起许下相同心愿，心心应该听得见，不然它怎么灵验。这么肉麻的事，我可做不出来。有空见安少河，没空陪我，不肯修香囊给我，我也不能让你用他的东西。艾芬怎么受伤了？我训练的时候受了伤。不可能，你训练从来不会受伤的。莫非是冰玉在偷偷给我绣礼物？艾芬，既然受伤了就好生休息，来，我喂你。恭贺王爷生辰。多。这是臣妾送给王爷的礼物。真是辛苦爱妃了，来，我们一起打开它。这是臣妾送给王爷的三年拳法、五年剑法，还有鬼道兵书、名师讲解。冰玉，你气死本王了！冰玉怎么回事？什么鬼东西啊！吓死人了！哎，等等，这难道是爱妃绣的？还给我，不准看！还给我！哦，难怪，原来是爱妃绣的，怪不得上面两只小鸡这么可爱。给我！不给！给我！到了我手上，就是我的！还给我！既然艾妃送我这么好的礼物，那我只能把自己回礼了。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你今天感冒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没有闻到什么香味吗？闻到了呀。艾妃今天真香。你难道没发觉今天的香比以往不同吗？你换了。哦，原来爱妃不擅长香料啊，这都闻不出来。这边花瓣印记，是你救了我。怎么办？打晕他吗？冰玉，没想到原来是你，一直都是你，我还差点弄丢了你。这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好的一个生日。傻子，你哭什我居然还记得昨晚和冰玉同房这么多次，这可是头一回。难道是因为我生日，老天奖励我？冰玉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外面洗衣服啊？哎，你这衣服上怎么有血啊？我葵水来了。王爷，你早点回去睡吧。那你也赶紧回来，我们再睡会儿。嗯。成王在江南，你们千万别被抓到了把柄。殿下放心，这成王一路游山玩水，吃喝玩乐，和成王妃都闹翻了，生日宴上更是被王妃气得拂袖而去呀。竟有此等事？
哪怕你给我的誓言是浪漫，我也会在你目光里笑得很甜。等你在人海里厌倦，你会发现我的爱比星光还好看。就算我给你的誓言是浪漫，也会用余生检验什么是永远。世界说声笑笑不言，我们一起把梦想都放进现实里面。